好，今天来开箱我这个 DJI Avata 2，越来越喜欢 DJI 的东西了。它很多产品都非常不错，像目前有了 Osmo Mobile 6、SM 4、Parking 3都已经购买了。它产品非常不错，尤其是它 APP， 而且直接用它 APP 就可以做出影片输出啊，所以看了。网路上这台穿越器很不错，因为之前我有自己的自主那个穿越机啊。其实我们现在买的这一套是畅飞组的，三颗电池的，有充电宝的。其实它的价钱连保险这样子，连记忆卡256的话，3000多啊，一年的保险，跟我以前那自己自主的那个穿越机还比较便宜一点，因为光以前的自主那个穿越机的那眼 FPV 的眼镜就要20000多了，遥控器的话5到10000左右啊，然后再加电池都已经超过这个畅飞组的价钱了。而且它我自主的那个穿越机它没办法悬空啊，所以常常很容易炸机。然后看到这个网路上这个可以悬空，很不错，而且它的飞行，如果你再搭配那个手柄那个摇杆的那个，它的花式飞行会更多啊。啊，我是现在还没有先用这种的，等练习了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会再加购那种双手控制那手柄的那个摇杆，它飞行会花式会更多。待会来飞飞看。先目视来飞飞看这台穿越机。好，现在先用目视的先稍微了解这个摇杆的操作。它是短按两下起桨，哦，长按。好，这风有点大，所以今天风有点大，所以它好飞往前好了。今天风有点大，它这摇杆这有两段式，轻按的话就那杆一个，它是会左右旋转，你就要靠这个旋，轻按的话这样控制它左右旋转，然后稍微按的时候它才会往前，再往前飞，然后控制它高度。要习惯，今天风有点大，所以，它在要稍微往再压重一点，它才会往前飞。轻按的话，它是这样子方向啊。先用目视习惯它的这个操作。今天风有点大。它全部放掉，它就会悬停，所以比我之前那个自主的那个穿越机方便多，安全多了。哦，这个把柄。上下移动，它的镜头就会上下这样移动，镜头就上下移动。好，轻按旋转，它就转方向。来去前面比较空旷的地方好了。
然后稍微往下压一点，它就会往前面飞。哇，风很大，你看飞机都，然后往后扳，它就往后飞，往上扳啊，它就往后飞。不过还不错，它能尽量能定位一个方，在一个地方这样。今天风太大了，稍微练习，弄目视练习一下。这个方式的操作，跟我以前那种弄那个遥控器的差很多不过蛮方便的，蛮特殊的方式。只是不晓得这个遥感它的接收距离是多长啊？可是看他们飞都可以飞很远啊！先目视，其实这样目视玩就蛮好玩的。弄这个把柄这样目视玩就蛮好玩的，它上下可以利用这个你的把柄它转动啊，控制方向。高低啊，飞高飞低啊，这蛮特别的体验啊，跟我以前那遥控器完全不一样啊。试一试，待会再戴眼镜飞行看看。因为它这个还有最好就是还有它既然还有自动返航的功能啊，失去讯号那些它可以自动返航，所以如果你不是很极限的飞行的话，这个比我之前那个自主穿越机安全多了，炸机的机会变很少了。没有，你一炸机，如果那自主一台大概都10000左右啊，一炸机那一万块就飞了。这个既然还会说是讯号丢失会自己返航，所以觉得这个空拍是超胖的了，而且它声音很小声，不会像我们自主的那个穿越机很大声，而且声音很尖锐。你看，其实这样目视这样飞就蛮好玩的，不用戴 FPV 的眼镜就蛮好玩的，而且很简单，只要一只手就可以控制了。然后飞回来，要稍微还要习惯，倒飞，你看碰到，你看，它碰到这样树了，它因为有保护桨，所以蛮安全的，只是还没习惯。啊，这个。把柄上下，镜头就会上下动这样。啊，刚才不小心掉地，没有，碰到杆子。我看还是从它后方这样控制比较好控制。来降落。好，哇，这边风很大，长。长按它也会降落，真的还不错哎。好，待会来戴眼镜飞飞看。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好，终于把三颗电池飞掉了，可能太久没飞了，这飞到头好晕哦。好，这个飞起来感觉是不大抗风啊，可能也是因为今天风太大了，它没办法很稳定的、很顺畅的飞行啊。摇杆操作这个操作起来是蛮不错的，都蛮够用的，虽然没有像那个遥控器可以这么。飞得这么顺畅花俏这样子，可是已经很蛮好用的。它不大抗风，会被风吹着走，那想要做什么姿态的话都会被影响。所以玩这个穿越机这一台的话，还是在最好风比较小的地方玩啊。这海边应该也不大适合，除非没有风。像这在这个这边玩就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了。他没办法很顺畅啊，转弯那一些的话，不过蛮不错啊，可能太久没玩，玩到头好晕哦。
不错，这个尤其是他这个眼镜很棒，这边轻拍两下你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前面镜头看到前面，不用眼镜还要拨下，很方便，这个很方便。还真的是这种体验这种把柄的这种遥控器真的很奇特，它只要你这样子左右摇晃，它就可以控制飞机的方向啊、转弯这样子。它有两节式，这样子一段式，然后再压下是另外一段。这第一段式就是控制飞机的左右啊，然后再慢慢往下压才是控制它往前飞的那个速度，压越底飞越快，蛮奇特的体验，跟以前我那自主的空拍器完全不一样，不过真的蛮好玩的，还是要多练习啊。可是最好是挑那个没有风的时候再来练习，飞起来真的很过瘾。然后它是保护桨，有时候不小心碰到树干，碰到那个都不会碰到马上掉下来，蛮不错的设计啊，是真的不大抗风。好，有空再来练习。